差不多到了黑夜和白昼的交界，分辨不出是昼还是夜了。何其大雾！哎呀，别闹！电灯雾散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听说康公死的时候，武将军也在场。嘘，那样的结果，太公一定很失望吧？我们永远也没有再见天日的一天喽。武将军为孤打下的这一片江山，也要父子黄土。哎，可叹可叹。Thank you.
上。有何事？武将军竟然被一个姑娘挫了锐气，现下正前往尸寒山，若是被他登上山顶，让他去吧。若是那姑娘果然厉害，到。慢，你认得我？尊驾何人？
老夫乃燕婴是也。原来是居庙堂之高而忧其名的燕大夫。欲为君父除弊事，肯将韶华惜残年。老夫只王姬此行必有意，只是前途凶险，老夫愿效绵薄之力。老夫可教授王姬炼化血脉中神力之法，可助王姬打通天灵，充盈气血。多谢眼相。确定无疑，怎么还需要找武将军作证呢？你心里也有疑惑吧？齐康公的作为无法与田侯相比，你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。我没有杀死我的父亲，没有。
知死活的小娃娃果然追了上来。我没有杀害父亲，我没有。你亲眼所见，你可以为我证明。这座尸骸之山就是你的葬身之所，留下吧。将军的那具尸骸被我打倒，他的灵魂就此失了居所，眼看着就要被自己造出的尸骸山吞噬，他的魂魄自动选择了投奔我。你又回来了，是想通了，要放下仇恨，投身大义了吗？我去了边疆大营，见识了那里的乌烟瘴气，也见证了沿途百姓的颠沛流离。这一切都是田氏所害，所以我要证明我的清白，揭穿他的阴谋。这既是私怨，也是为民除害。世间一切皆有因果，并非一人之力所能勉强。人心乱，天下才乱；人心安，天下皆安。人心乱，也是这些奸佞小人贪得无厌所致。并非全然如此。伍子胥也是一代英豪，若非他自己的执念，田氏又怎能驱使得了他呢？哦，说起伍子胥，你看这。这确实是伍子胥的魂石。魂石？具有异能之人，死后神力不散反聚，
凝结成魂石。你得了伍子胥的魂石，便可以借用他的力量，也算是意外的收获。可我并不想要他的力量，我只想从他口中问出真相。我要再去寻那另外两人，我不会放弃的。季江，是你吗？是我。这里自古就是禁地，也只有你会来，只有你能和我说说话。你为什么不离开这里呢？去外面的世界看看。我不敢。我幼时跌落海中溺亡，却一直不甘心就此离开父母亲。我的魂魄化身小鸟，想要填平东海。我只是恨我的早夭，让我无法再陪伴父母亲，但是我却做了那么可笑的事情。如今炎帝后也已去，你们不是可以一家团聚了吗？本意如此，可是数年前天河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，在人间和黄泉之间打开了一条裂缝，对人间留有执念的不少怨魂都趁机而出。不知道是不是我之前的怨念太重，这次也被波及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去。又是那田河。如今我只敢守在这里，生怕再造下更大的灾祸，污了父亲的圣名，